好吧，那么咱们今天的话就恭喜最后的这个炎魔战队啊，获得了这次比赛的这个胜利啊。那么今天这个比赛呢，这个持续时间有点久啊，主播的话嗓子也不舒服，所以呢后半段咱们就没怎么聊。喜欢这个看咱们直播的兄弟们右上角记得关注点一点啊。好，大家再见。